炒完过后呢，就要教大家怎么样把鸡蛋的蛋黄还有蛋白分开。其实过程也是非常简单方便的，特别是给那些需要用到蛋黄或者是用到蛋白，特别是用蛋白来敷面膜，或者是需要一些他们需要做面包的，需要把蛋黄蛋白分开的时候，当然你要一个干净的水瓶。打开鸡蛋过后呢，就把那个水瓶孔对着蛋黄，但是放下去之前先按一按那个水瓶哈，然后轻轻的把手放开，就是这样，看到吗？非常的干净，而且非常快，很简单。再示范多一次给你们看。按着水瓶，对着蛋黄，轻轻放松。这样子分开的 ，OK。今天的 Live Cast 就到此为止，谢谢大家观看。再次强调，我是 Brian 小飞。